啊，就调这个长短来是吧？对。哦，它这个长短跟你加工的料有什么关系？就是都定好了，孩子。对，他说你要是长了的话，他回不去，他不会返回。你要短了吧，他的疙瘩又小。哦，疙瘩都压的小了。哎，对，疙瘩小。哦，行。加热成的不止130吗？嗯，就是来来回回要这样反复的加热哈。拿了，要不它加热不均匀。啊、哦，是不？这就不到，这都200了，我估计可能快。对，得够200了。